看到我身后的这些作品，大家就应该知道这一期的工作高手所涉及到的是绘画的领域。我的父亲是一位画师，那从小我就知道他每次画画的时候把自己关起来，就他的创作是封闭的，大部分的画师大概都是这样的习惯。但这位画师不一样，他把自己创作的过程全部展现出来，而且还有一定的演绎的价值，他称之为演化。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掌声有请黄凤荣。你好，来介绍一下自己。哎，大家好，我叫黄凤荣，我是福建莆田人，现在来自深圳大丰油画川，我开创了演化艺术，并且在这个跨界的这种演化艺术里面，我发明了十几种表演形式。最牛的事情是，至今为止为17个国家元首现场作画。嗯，好，你给我们解读一下，什么叫演化？它是一个跨界艺术，这个有跟我的身世有点关系。我是没有在科班里面学习的，当我有一天我把绘画表演搬上中央电视台，搬到我们荧幕的时候，我遇到了一个尴尬，我这个艺术形式到底叫什么？然后我就倒腾了很多自己发明的表演形式，后来一不做二不休，自己给它贴标签，就叫演化。我们现在最期待的还是你现场作画。哎呦，我们先来第一个。对，因为时间的原因，所以这一张我有提前做了一部分。好，然后我们就表演开始。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请一个美女一起上来感受一下。啊。莫兰，你应该学一下他的，学一下他的那个舞姿来画一下。哦，对对对对对对，你试一下，试一下，动作一定要美。哎，对，来，然后要一个漂亮的转身。来，然后开始。好，大家风范。就特别像托。可以，那我们一起来完成，泼上去。对，直接泼在。野兽吧，狮子有眉毛，狮子哪有眉毛？美猴王啊，这是个猴嘛？对，是一个猴子，对，是个猴子，对，哇啊，不对，现在哇，齐天大圣，特别棒，哦，真的是，刚库尔特说是腿老师，涂老师原来是这个，刚刚那不是涂老师。有没有那种感觉？有，对，有，画是要远的，特别棒，你把涂老师画得好帅呀，来，谢谢过来，谢谢，好牛啊，给点掌声，哇，其实他地上是幅画，他用在脚在画，蘸颜料，对，他一会儿肯定要上脚，我猜，他现在脚上呢就是在画画。哦，脚就在画画，对，他同时在画，一个拿手，一个拿脚。我觉得像是画一个大胡子男人，圣诞老人。我觉得要翻过来看掉了，我也觉得道子画出来也很厉害了。我觉得他是反着画的，对，应该这样看，
真的很难的，他这个我看了是完全没有那个打草稿，直接就上了这个颜色的和那个。不上手啊。对，这个真的。他这个学过美术的知道。现在没有用画笔的，用手画的。他是真的很爱这一行，然后做的又热情又专业。哇塞！耶！耶！哇！真的很好像。哇塞！哎，涂老师画胖了。涂老师，涂老师，你去那画旁边看一眼嘛。涂老师站在旁边。然后你们画那个表情。涂老师，好像啊，没有这么活泼。哎，涂老师和曹曦是吧？直到现在为止，我确认活泼了，这是一个优秀的画家，真的是，是的，谢谢，真的是太厉害了。说句实在话，这个因为父亲也是作画的人，所以呢，你刚才那么简简单单的那几笔勾勒出这样的一个我，我觉得真的是很难得的，太棒了。虽然稍显胖了一点，腮帮稍显胖，但是他就是很简简单单的几笔。对，还有一个涂老师，你知道哪儿最像吗？就那小眼睛，眼睛眯眯眼儿，特别像。我觉得最像的是鼻子，因为我鼻子很肉。对，鼻子很像，但他是倒着画的呀，大家不要忘了。最关键是神态很像。对，对，我觉得那个灵魂比较像。您这个画的是谁呀？皮笑肉不笑那个样子很像。是曹总吗？谁皮笑肉不笑？其实这个是我昨天晚上才决定的。嗯，我原来是想踩着贝多芬的音乐《生命交响曲》，然后踩一个贝多芬。但我昨天晚上还在想，什么才是我们活在当下要思考一些东西？所以我昨天晚上想到这个形象，所以我觉得我画这一张是表示我们无论生活多难，我们都要往前走。我一路也是这样过来的。哇，谢谢，太棒了，太好了，好理解我呀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所有的小丑的背后和内心深处都有一颗沧桑的心，你会发现每一个小丑演员在台下都是不笑的，恰恰是心里有多少苦，在台上才有会有多少绽放的笑。给我一点拥抱好不好？这是心里话，真的，我到哪里都笑呵呵的。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非常精湛的作品，邀请两位企业家来共同完成，对不对？哇，你来邀请好不好？我舞台交给你。我还要去，我要上来。好，再请一位，好吧？那好吧，那你来吧。选曹总吧，我觉得他舞姿特别美，待会儿跳一下。戏精终于上场了。对，来握一下手，握一下手，可以的。沾了多少艺术气息？这个要。恶心到今天晚上睡不着觉，我只是今晚。烈焰红唇，啊呀呀呀，哦！哇哇，哎，怎么涂过来啊？涂乱了呀！好像是兰姐认识了潮汐之后，脸化了。这个黑化了，这波操作可以哈。对，一顿操作猛如虎。对，给你画了一个网。我感觉他好像在像化妆打扮的一样的。看着潮汐，这是我呀。哇哇！我过来，你真的要跟潮汐分不开了。我太惨了，你们从今天就在一起了。天哪，我像一个白无常。他好厉害，他把那个眼袋都画出来了。我说这个样子，对，给点掌声。好像啊，好，掌声掌声，好吧。尤其是那个向下的眼袋，太像了。没发现吗？所有的东西在他手里都是笔。是的，是吧？喷，最关键他每一个都抓的那个神态超级像。最主要是那么黑暗的内心，对。就是神态真的好像，像，对呀，反正丑就像了，像不像？像，来对比一下，哇，像像啊，真的，是，眼镜摘掉，眼镜摘掉，你把眼镜摘掉，曹曦，你把眼镜摘掉，哎呀，你哎呀，
耶、yeah. ，给你加眼镜吧。哎，眼镜带了我有点斯文。这他最厉害的就是现场及时，然后可以直接他抓神抓得很神似。对，好厉害、啊。稍等啊，稍等啊。不得了，太厉害了！我怎么感觉这张也有点像我呢？也有点像我呢。你没有他丑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我们还要寻找一下郭兰。可以直接。他抓神抓得很神似。对，好厉害、啊！稍等啊，稍等啊。不得了，太厉害了！我怎么感觉这张也有点像我呢？也有点像我呢。你没有他丑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我们还要寻找一下郭兰在哪里。耶、yeah, 啊，在哪里？背后，郭兰在我的背后，背后是我背后的女人。掌声！哇，我要合个影，真的好、啊。郭兰，我跟你就是美女和野兽。你走开。来，三位到中间来。谢谢谢谢。来来来来，你觉得画的你画的像吗？神似、嗯。神似哪里神似？你眼睛有那么大吗？眼睛好大，就是那个。就特别美丽，不是，他是这样的，郭兰，他话说你平时被想垫别人的样子。我觉得你这个打破了一个先河，谢谢。就以前说创作是门艺术，其实创作过程本身就是艺术。就像人生的过程最美好的就是当下。你会发现，其实现在我们随着时代的不断的递进，你会发现我们越来越追求过程的享受，不像原来一样更多的只看重目的。所以其实你与其说是在作画，不如说是在帮我们所有人认清人生最美好的事情是什么，就是当下。对，谢谢，非常感谢，非常感谢您啊，也感谢两位，谢谢谢谢谢谢。不跟老师拥抱一下吗？跟老师握个手，来个法式拥抱，好，这样，哎，这样弄一下，然后这样弄一下，好好好，谢谢谢谢，谢谢老黄，也希望我们以后能够看到老黄更多的好的作品，谢谢，好不好？谢谢，非常感谢。